我们离开了昆明市，前往安宁市。听大姐介绍，这里有个不错的房车营地。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房车的售后服务部，老板非常好，提供免费的驻车地以及有水有电。这是一辆冰淇淋的房车，在这里改装电路。看起来这个不像就是蓝牌的车，像黄牌的车了。我上车看了一下内饰，里面的空间非常大。这是福特，也是到这里来加装太阳能板。这里还是有很多房车停在这里，大姐的停在这里去昆明了，他们去丽江玩了。这辆福特还带着一辆小的电瓶车，用起来非常的方便。晚上的营地很安静，我们把车停在他这个房子里，也不怕下雨。这里对面还有人在做直播，这个是卖解放汽车的。这里有卖重卡跟中卡的，很多大车。房车营地的早上，对面山上烟雾缭绕啊，风景非常非常好。离营地10分钟的路程有一个读书铺火车站。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叫读书铺站，曾经是昆明铁路局的一等站，建于1966年。你看读书的小白人的造型很有诗意哦。铁路工人实干的雕塑，这里还有习建平的话语语录。读书铺火车站，还有书山有路，情为径，然后这个还有个大花园，这是什么花？还介绍了昆明车务站的历史，介绍了几位工程师啊。他走在铁轨上，是模仿铁轨的石板。读书铺站目前已经不办理客运业务，仅办理专用线、专用铁路货运业务。这里还特地造了个书亭，这里还有个图书馆。你们看，有着像书本一样造型的楼梯，很有诗意哦。这里还有一个点兵场。这里有介绍读书铺的由来和车掌门的当当。当年有一部很火的电视剧叫《士兵突出》，说的就是这个火车站。从读书铺站走出过数不清的管理人才、技术兼职，对于读书铺人来说，发愤图强定能铺成成才之路。